同阿小滾合作，一傳教有科林呢個節目咧，小滾嘅歌咧先至能夠咧得以面世啊！我原來企喺呢個台度係唔簡單嘅喎，有啲壓力，所以阿小滾係好犀利嘅。龍小滾喺啱啱去我節目嗰陣時，佢係未開始戴面罩呢個革命。咁好多人都知道我見過佢嘅真人，然之後就成日問我究竟小滾係咩樣嘅咧？我都即係。